Багровый свет, каждый чем-то прогрет. Музыка разбивает нас под фильтром сигарет. В каждом есть своя фишка, каждый танцует броско. Просто не делай тише, кричали отголоски.刚开始录三个，四个，五个，六个，七个。 Thank you.
Junior National Champion. 星星要给爸爸压岁钱吗？ 这个训练要求呢，胯部一定要收紧，并且保持一个稳定性，然后全部依靠你的背阔肌和肩部的力量去带动杠铃，带动带子。
练到很多小肌肉，这也是我们推杠铃和平时的简单举杠铃的动作所练不到的一些肌肉。一人帮助固定并且抖动绳子，另一个人用自己最强的控制能力去控制住杠铃，控制住绳子，也是在保持你在控制杠铃的时候呢，拉铃会更加容易一些。抖动的幅度呢尽量要大一些，然后让受力的运动员呢可以在抖动中不停地去稳定你的小肌肉。我们在训练当中呢要不停地增加训练的难度，然后增加动作的难度，这样增加一个负重也可以练到，同时练到你肩部的控制能力。看我们的运动员在练习的时候，每一个动作呢都是在举重挺举的支撑动作啊，这个时候也是练习更好的进肩，在支撑杠铃的时候会更加稳定，同时可以练到腹部的同时练到肩部的力量和一个很好的控制能力。事实上举重当中的控制能力是非常重要的，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在平时我们举重的时候，当重量增加到很大，你在支撑的时候总是会晃动啊，会出现不稳定，但是通过这样的训练呢会让你的支撑变得更稳定，你的小肌肉更加发达。视频中我们也可以看到他们的背部肌肉得到了很强的就是要需要用很多的力，需要用你用肩胛的力量。这个练习的时候呢一定记住不能用你的二头肌的力量啊，一定要用你的背部的力量和你的肩胛肌的力量，还有背阔肌的力量。一、二、下慢，三、四、五、六、七。自律呢，就人有时候可以往后倒一点，这样可以练到腰。
脚尖往前，脚尖往前，这里，对，上去，你是手要放到后面，对，对，你是在做五十个，刚刚说的感觉，再花一点啊。Kevin coaching them for abs. Cool. Watching TV. Cool. Work. Watching TV. 是。